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，洗澡的时候喜欢听音乐。我每次洗澡的时候都会用手机放音乐，但是手机放在淋浴房里一不小心就会打湿，所以我就淘了一个浴室小音响，它是防水的，而且它这个连接也很方便，直接连接手机上的蓝牙就可以了，音质也非常好，声音大小可以自己用手机调节，现在的感情都暧昧，可以更换上下曲，还可以接电话，厨房也放了一个，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听听音乐。抖音